天比较特别，就是跑到外面来录，因为我现在要去做指甲。然后我刚叫 Uber， 就 Uber 居然被警察拦下来，然后一直打电话来说，你会赶时间吗？废话，就是赶时间才要坐计程车啊。然后，好，我现在不知道我计程车来了没，先等一下，我现在要搭计程车。你好，我要到那个抚顺街十六号。抚顺街，对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婚纱街吗？抚顺街不是婚纱街吧？那里很多婚纱店哦。没有吧？那个民权西路站那边哎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小巷子里面啊，民权西路站那边有婚纱店吗？我怎么走在那边都没有看过？是啊，因为我有载客人经过。哦。OK， 我现在到了做指甲的地方，它是在那个民权西路站的九号或十号出口出来都可以。然后它是在那个住家，有点像住家的大楼里面，就是我的美甲师他租了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比较隐秘，我喜欢这种隐秘的感觉。好，我现在要进去，就是到喽，就来做指甲了。这好像那个突击检查之类的。但是我刚刚有先跟美甲师说，我今天要拍，所以就是他应该不会太惊讶，就是正常欢迎我们。然后那个是在三楼，我现在要按门铃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他的外面招牌。好，艾乔丽。OK。是的，妈妈也是美甲师，在修指甲，厉害更厉害的美甲师。对，啊，我远一点给大家看好了，像这样。就在。哎，你这里哦，整个环境是这样，然后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空间，然后边。好，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要今天要做什么。嗨，大家好！我有点尴尬。不会啦，我们这边是艾乔丽美甲工作室啊，这边平素小小平的很温馨。然后你看，我侧面都很喜欢维尼哦。对，他很喜欢维尼，对，超多的。所以喜欢维尼的可以跟我做个朋友，我们两个一定是好朋友的。好。然后我现在开始在修我的脚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不能没有佩岑的。我如果要长期出国，我都会超困扰，因为我脚会荡嘎。然后就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荡的有多深？对，我指甲都会像刀一样砍进去。你看，超痛的。好，刚刚讲到我脚会就是荡嘎，荡嘎，大家是什么？冻甲？哎，中文是这样吗？冻甲。对，如果有这样的困扰，你们一定要来找他们修。OK， 大家有看到吗？但是已经治疗快，你从四月到现在吧，还是什么时候？去年四月到现在，都是藏在里面的哦。啊，还有，你看，你都已经空掉了。你看，我这样给大家一直看，我还没有修的修好之前的，真的很害羞哎。你看，很像树一样。它是这样勾进去的哦，我很害羞啦，所以等下修好指甲变美的时候再给你们看一下成品。然后我今天要来做的啊，其实是就是我九月中要去巴厘岛，就参加朋友的婚礼之外呢，就是我前后顺便跟我男朋友就是去玩，然后我也会拍一些海岛主题的穿搭的影片，当然还有旅游的日记，就到时候会有很多影片要跟你们分享。那我现在就是在准备应景的指甲造型，有点难抉择。昨天买了一本杂志，然后就看到这里面，就觉得哦，跟我要搭配的服装就是有一些还蛮符合，可是就是
有选择障碍，所以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选。然后今天先来找美甲师讨论。等一下，对。好，那是看在面，大家这就是所谓的档嘎，好吗？对，自己没有办法乱，自己不能乱剪，剪坏了会发炎。拿去配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还没有整理过的指甲，然后我的指甲都是会卷起来往里面长。现在是题外话，我今天脸超肿的，就是又有点过敏，然后眼皮超肿。我本来是不想化妆，但是我想说要来拍东西，然后脸色又很差，因为在过敏，我想还是化个妆好。OK， 我的指甲修好了，它恢复正常了，然后有涂了硬甲油，所以就是很干净亮亮的。加好，不要再继续给大家看我脚趾头，很害羞。现在我们要来做手，我现在开始修手了。然后我喜欢修的型就是有点椭圆，像指甲看起来比较小片，因为我本身指甲很大片，所以我都希望它看起来可以小一点。酒精的味道。我手现在修好了，然后等一下要开始上光疗，然后我们还没有讨论好到底要用哪一个。对，我现在上好底胶了，然后刚刚已经决定好颜色，所以等一下完成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。耶、yeah, 我现在做好了，现在是我是三点多，没有，我们4点开始做。我们4点才开始做，然后现在没有。你说光疗吗？嗯，光疗没有，光疗是大概快6点。哦，前面是保养，然后 对，前面还有先弄脚，6点，然后现在快8点，但是做好了，然后现在在做最后的那个处理，看一下我的手。做完之后长这样，现在有点反光。是不是很有海边度假的感觉？海岛风情，嗯，蛮海岛的，对，很美，忍不住自己看，就是一直看自己的手，好的，做好了，耶、yeah! ，超美的，今年流行镜面，呀、yeah! ，想要做美甲可以来找佩晨哦。